说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啊，啊，当然不是深山老林了，在这个乡下，你看啊，还有卖馒头的这边。嘿，你看看，小馒头做的挺棒的啊。哎呦，这个更大，最大的一块。嗯，过瘾。你俩的一起？爱的。一起好吧？哦，它里边有馅儿，还是有馅儿，有那个椰子的馅儿。你咋办呀？杨姑娘。这是雷的泵。是雷的泵。是雷啊。多少把沙子？十里布。十里布。哇，这一个才五毛钱。五毛钱。五毛钱。呀。我买哪里？呀，ini kelapa, ini kacang hijau. Enggak sama. Sama ya. Beli lima. Satu, dua.ini, ini apa ya? Ini ubi, ubi. Singkong. Oh, singkong. 这个是白白薯，要的。你什么 ？Beli dua. Dua. 嗯。Beli tiga. Tiga. Ya, terus ini apa? Kelapa. Ini sama kayak ini, kue talam. Yau de. Ini dua. Dua. Ini coba satu. Ya. Cari cari ah. Tambah lagi. Coba. Ini apa? Ini apa? Sudah. 嗯。特别是这个呀，嗯，好吃，喝咖啡比较好。所以多棒，因为倒背呀，倒背。sama juga itu ubi。ubi 啊。singkong itu godok-godok pakai kelapa dalam。嗯，好吃，很便宜。这路上很多卖这个早餐，好吃，好吃，吃吃，打包了啊！哇，到了这个海港了，海港这边有下来的渔船在这卖鱼啊！哇，你看这鱼，是吧？多新鲜啊！它看没了。他刚没了，他都 kilo 吧？他都 kilo， 九九不？像这个红鲤鱼啊，才一公斤才30块钱左右吧。不，很棒。你啥都 kilo 吧？你把不如，中不呀？中不就20来块钱一公斤。啊，10块钱，很少，总够哇！这种飞鱼，你知道吗？是吧？哦，你把那个给你，你看你把那个，这叫比目鱼，哇！以前小时候钓的过，比这小一点。哇，鲨鱼，哎呦，还有这种，哇，这鱼真新鲜啊！你蛮近呀，蛮近的吧？蛮近，今天比赛蛮近呀，谁话不让护？谁话？啊，阿德伊干不差了。kalau bandai ikan kecil ya? Iya di sini. Ada. Ikan kecil dapat. Seperti begini. Terisi. Terisi. Ini perabuhan. Ikan anda ke sini. Ada lobster tidak? Lobster. Tidak ada. Wah, ini ikan sangat jarang.真好啊！这个小棕没办法做呀。现在这个，你看都招这个蜜蜂，不知道为什么。那有些甜味吗？这鱼太新鲜了，太新鲜。你打开看一看。
太新鲜了。看眼睛就能看出来，透亮。看这个，特别新鲜。爱吃鱼的朋友们啊，到印尼来，这个鱼啊是随便吃啊。看怎么切鱼啊。从尾巴这儿切，切两半。看见没有？连毛都。耶，他在立啊，看看。啊，从这儿切开。啊，沿着他那骨头那块。冬瓜呀，冬瓜。切一半一半的。牙都没了。贵，你看贵。把这边用吗？这个，把这边用。我也买了，我干了。他不忙。要不光用的，要不要说把哪样带来？要吗？不吗？鱼翅啊！我在忙，我都放盖了，叫人准备。对。你啊，那个叫个张总。Hello。把那个铃打一打。Hello 啊。中间尾巴那一块儿那个刺儿比较硬。林表露，你给你们家的呀？呀，嗯。来吧，先生。晚上晚安吧，沿着那个旗，你看切一刀，一扣儿，一刀片，再来一刀。就在右。哇！来，你给我两块。好，一人一块。哦，一人一。沿着它那个脊椎那块把它切开，肚子好切。啊，然后再切到底儿，尾巴。我的呀，大表，对对，看到，看到，看到，嗯，比价呢，王小姐。嗯。哎，鱼真新鲜啊，白白的。你不生呀，我能不生，我能不生。好了，小童实在是忍不住了啊，买点吧。
买了两条啊，这特别新鲜，特别新鲜，新鲜的。啊，哪里？北京，北京，去哪？买了两条，让他切一条，切三瓣就可以了。爸爸，母肉抵达爸爸。母肉抵达爸爸。母肉抵达我啥活动？当地家呢？对啊，地家。切三刀就可以了。呀，当地马上挂骨令。你马上马上。你咋了？Oh, jalan. Bawa, muda bawa api. Bersih, perut. Perut. Ada air. Ada cuci-cuci. Cie sambar ni. Yeah. 这市场还卖榴莲啊，大家猜猜这榴莲多少钱一个？七块钱一个，没听错吧？七块钱一个榴莲。雷萨豆。啊，豆。耶。耶，好贵呀，聊着。哇，完蛋！走吧，萨豆。萨豆，走吧。哇，整到呀！真棒，这个榴莲。哎，不塞给啊！太甜了。啊，关掉。七块钱一个。嗯。滚滚。看那小鸡儿多可爱。保护这个小鸡儿，两只小鸡儿，保护的。哎，小鸡好像来了。好了，咱们就在这儿做美食啊，在市场里买了两条鱼。你看这大海，对面有一个岛，旁边还有一个岛，这也是一个小渔港啊。两个岛，咱们就在这儿做美食休息。哎呀，这个龙虾是没吃着，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龙虾，但是呢没有龙虾，它还有别的啊。这个这边的黑咖啡啊，非常的香浓啊。路上买的糕点，再来一个榴莲，这就是小松的早餐啊。这个很独特吧？没有龙虾，咱们有咖啡和榴莲，挺棒啊。尝一尝它这糕啊。我说是用红薯做的啊，啊，这得叫了，好像大公鸡，这下很麻烦了。黑咖啡啊，再打公鸡，爪子非常的结实啊，尝一尝黑咖啡啊，嗯，哇，非常的香啊，这边的咖啡很有名啊。阿切咖啡，很棒。
路边买的，真便宜，5毛钱一个，不脏。这离海太近了啊，这离海。很香啊，给你一点吧，老盯着我看。怪不好意思的啊，看着我吃。你来点儿，来点儿。嗯，离我近一点儿，啊，近一点儿，敢不敢？近一点儿，近一点儿啊！行，胆子挺大。连沙子一块吃了，正好在这松树底下啊，非常凉快。小松，小松啊！待会儿咱把这榴莲也干掉啊！看看这榴莲，哎，鸣叫了啊，高兴了啊，给你吃。非常棒啊，海岛啊，吃榴莲啊，嗯，嗯，看现在籽儿很小，榴莲籽儿吃不吃啊？啊，榴莲籽儿也吃。再来一块儿，特别香啊！嗯，嗯，嗯，吃啊！榴莲籽不吃，最后一块了啊！哎呦，这个更大，最大的一块。嗯，过瘾。真过瘾。吃饱了。嗯，挺棒，看，7块钱一个，白给了。嗯，是不是？不吃，不浪费啊。OK， 休息休息。喝杯咖啡。好了，咱们也不要久留了。刚才问这个当地的人啊，人当地的渔夫啊，您说这个，要走一段山路，怕这个晚上有危险，所以小松赶快赶路啊。谢谢啊，马卡西，马卡西，马卡西吧。Yeah, yeah。哟，马卡西吧，马卡西。Yeah。马卡西。OK。哟，哟，好，好，好。